真是昨天胜过明天，才能快乐点。跟着朋友聊着唱片，最喜欢王菲。现在介绍一下我们团员好了，好，那我从我开始，我是台东高中的吉他手，叫吴真。在我们右边的，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的贝斯手。不知道自己介绍我，我是我们贝斯手文琪。好，然后我们的主唱，然后最后一首就是他会弹吉他哦，他是我们的主唱黄谦。张静玲，然后这是我们 keyboard 林怡杰，然后这是我们鼓手李信恩，接下来我们来带来第二首《春天有脚》。Thank you.
瞬间。这首歌是一个日文歌，其实我不会去念，我叫它怪兽，怪兽的花朵。
来陪我。忘却所有的烦忧，心情放得好。
轻松。云儿在天上飘，鸟儿在空中飞，鱼儿在水里游，依偎在碧海蓝天，悠悠自在的我，好满足此刻的拥有。大雾哦海洋，大雾哦海洋，海洋选择在晴空万里的这一天，我背着钓竿独自走到了东海岸，徜徉在海边享受大自然的气息，忘却所有的烦忧，心情放得好轻松。云儿在天上飘，鸟儿在空中飞，鱼儿在水里游，依偎在碧海蓝天，悠悠自在的我，好满足此刻的拥有。下一站，我知道暖暖就在胸膛。
说其实你很忙，你自己却不知道，真心的对我好，不要求回报，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，打从心里暖暖的，你比自己更重要。我想说其实你很好，你自己却不知道，从来都很低调，自信心不高，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，打从心里暖暖的，你比自己更重要。我想说其实你很好，你自己却不知道，真心的对我好，不要求回报，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，打从心底暖暖的。我也希望变更好，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，我找了份工作，离你宿舍很近。当我开始学会做蛋饼，才发现你不吃早餐。你又擦肩而过，你耳机听什么？能不能告诉我？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，教室里的灯还亮着，你没走，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，都什么年代了，到现在我还在写着，总有一天总有一年会发现有人默默地陪在你的身边，也许我不该在你的世界，当你收到情书，也代表我已经走远。学校旁的广场，我在这等钟声响，哦，等一下可以一起走好吗？看着心唱你爱的歌，谈恋爱一点都不痛苦，痛苦的是你根本没看我，我唱这么走心，我走不进你心里，在人来人往找寻着你，守护着你，你不求结局。你又擦肩而过，我唱告白气球，终于你回了头。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，教室里的灯还亮着，你没走。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，都什么年代了，到现在我还在写着，
总有一天，总有一年会发现，有人默默地陪在你的身边。也许我不该在你的世界，当你收到情书，也代表我已经走远。掌声。Thank you.
大家好，我们是我们还在想团名，然后这是我们的 keyboard 手高宇宏，然后这是我们的鼓手吴佑彤，然后我是主唱张谦，然后这是第二个主唱林佑欣，这是我们吉他手顾宇涵，然后我们贝斯手温琪，然后接下来带来第二首是阿飞的小蝴蝶。
带来最后一首歌，最后喜欢我。
是李千娜的《心灰灰》。心灰灰，我的心灰灰，那就春风对面墙。我的心灰灰。
好，下一首我们接下来要带来的是芒果酱的我喜欢你。好，那我们要开始哦。相声演员的小伙伴，今天第一次来到初生之度的舞台哦，而且又是压轴，心情非常的激动。嚯、我在这说相声，你在搞啥了？不是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不就是00后最强相声演员吗？当然不是啊。哦，毕竟我们这隔行如隔山的，你不知道我很正常，说出来你也不用太崇拜。哎，别磕头，别磕头。哎，谁给磕头啊？说到这你还不是说相声的，就瞧不起说相声的。说相声的怎么了吗？那你是做什么的？我说出来你可听仔细啦、我是导演，歌手哦 ，rapper 哦。你在吵什么啊？还不学你刚才的。好，前面两个我们先不说，就这 rapper 你会吗？当然会啊，不然怎么叫 rapper 呢？好好，首先放下。既然如此，你唱一段给大家听听。听我这个、啊，
大半年的不见，你们心中是想念。要是不想，那是一种欺骗。一日不见，如果三秋，真的不是谎言。没法演出，我们也是真的无法挣钱。在台上玩说唱，并不是我的本意，只是想告诉你，我一直都在努力。这是一点新的东西，拉近彼此的距离，让你知道这样我并没有太过气。我不是你的姐姐，我不会乘风破浪，站在这舞台上为主要社群斗唱。没有那些背景，不能扶摇直上，只能告诉自己天天努力向上，成为他们的榜样，都管我叫偶像。提醒我们名字的异常响亮，林佳颖，你真棒，你的未来光芒万丈。哇，还真不错呢。好，那这导演是怎么回事？我这看起来不像个导演吗？你看起来像个病人。你讲的好像你又看起来说相声的，我都比你像。那把你衣服脱啊！哎，才几点就脱啊？那晚点就能脱的意思吗？你还真想看呐、啊？台底下都没人想看嘞，还真有人啊！这要加格外加钱哦。好好好，先不说这个，哎，一件一千啊。好，那导演，那你想拍什么片？我啊，预计翻拍经典四大名著。哦，《金瓶梅》。说什么《金瓶梅》啊？四大名著有《金瓶梅》吗？别那么色了。没有吗？四大名著是什么？四大名著有《三国》。有。水浒有，格林童话，嘉义相声选没有，最后的什么东西啊？四大名著是《西游》《红楼梦》《水浒传》跟《三国志》。我只是考一下而已嘛，我也知道啊，就我们做导演的，还得要看的是烂熟于胸啊。我看你是漏多到都读不进去了吧？这叫烂熟于心。我刚说什么？你刚说烂熟于胸，对吧？烂熟于心呐、啊，就我自己啊，还有自己的研究。你有什么研究？就比如先讲三国，你知道三国当中谁最厉害吗？三国当中最厉害的肯定非诸葛亮莫属。诸葛亮厉害啊！诸葛亮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明阴阳，懂八卦，晓奇门之遁甲，是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，这样厉害吗？你看多厉害啊！那如果诸葛亮最厉害，为何最后被司马懿所一统了呢？那是司马懿厉害。司马懿厉害，那空城计为何被赵云吓跑了呢？那是赵云厉害。赵云厉害呀、啊，那长坂坡为何要张飞给他断后呢？张飞如果没有给他断后，赵云不就死了吗？那是张飞厉害。张飞厉害呀、啊。那三燕战吕布为何要三个打一个呢？那是吕布厉害。吕布厉害。那白门龙为何被曹操所杀呢？那肯定是曹操厉害。曹操厉害。那火烧战船怎么被诸葛亮吓得望风而逃啊？说啊，到底谁最厉害？那你跟我说嘛。你这是请教人态度吗？你今天一个问题不会了，你今天路上遇到会的人了，你哪会这样？哎，听说你知道吗？来说说，来说说，你是不是应该这样？哎，老师，这个问题我不会，你可以告诉我吗？好啊，谁跟你客气啦？是你请教我吧？好好好，对不起，我的错，我应该说林老师，请问这三国当中谁最厉害呢？我说出来你可听仔细了，三国当中最厉害的就是济公长老济公僧，手一指把华云都给定住了。我们说的是三国这济公传吧？哦，对，我说宋朝三国。去你的，什么破研究啊！接下来我们要讲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啊，《西游记》。哦，《西游记》，大家都看过吧？《西游记》啊，就是唐僧带一只猪、一个猴旅游故事。这什么手势？一个简单的手势。你有没有看过？下次收一只手势。你今天有没有看过吗？有看过。就是这《西游记》啊，我有自己一个小研究。你又有研究啊？就说明啊，这孙悟空他就只是只猴啊。哦，原来其实他没有人性吗？对啊，看守蟠桃园，七个仙女进来了，孙悟空大喊一声"定"，孙悟空居然摘桃去了。哦，换成你呢？我至少拿个篮子。哎，但是我也很常啊，梦见我变成孙悟空，火腾云驾雾。哎，回来。哎，还有一首歌啊，形容这个场景。哦，你都说到这，那就唱一段给大家听听吧。听这个啊。昨天晚上我做了一场梦，梦见了我变成孙悟空，手拿着金箍棒，表现很应当，站在了五指山顶上，等着师父西天去取经，
一路降妖伏魔成英雄。真不错。后跟着猪八戒，还有沙悟净、伯龙马，拖着唐僧。唐僧一路不珍惜，那么多美女，他却没有一个看上的。我怀疑他是个 gay， 取向有问题，他可能看上了我的二师弟。我还是猪啊！嗨，我这本书啊，我还熟悉里面的章节。例如什么章节？例如三打白骨精，有；三道芭蕉扇，有；计收猪八戒，好、哦，高老庄我知道；还有扫塔灭秦渊，就那个呆子，呆子，你在树后面偷吃人参，我是别玩老孙不知道。猴哥，你又有爱老猪了。对得上剧情来，我们说的是哪集？偷吃人参果，我记得是大闹五庄观那集。对，没错，大家都看过这一集吧？就吃人参果掉地上了，徒弟徒弟出来，他又来了，大圣，你这徒弟还土拨鼠啊，我见人家徒弟转圈出来了，大圣，徒弟徒弟还我人参果，还我人参果，大圣，此物遇金而落，遇木而枯，遇水而化，遇火而焦，是遇土而入啊，大圣，小僧不曾见的，拜拜您呢，台词记得可真清楚。我当然啊，还喜欢小时候我们看电视剧的歌。哦，什么歌？戴荃唱的《悟空》啊，你有听过吗？也是西游主题的。当然啦、啊。那说到这就给大家唱一下吧。听着这个。月正星河，长路漫漫，烽烟残尽，独影阑珊。谁让我身手不凡，谁让我爱而两难，到后来肝肠寸断，叫一声佛祖回头无岸，贵人为师生死攸关，善恶浮世真假界，尘缘三境不分明，难断。我要这铁棒有何用？我要这变化又如何？还是不安，还是低愁，金箍当头，欲说还休。这一棒让你灰飞烟灭，你搁这还打我呢，呆子抢了老四的金箍棒。哎，好好好，好了好了，哎，这这之后啊，在原著当中就是我最印象深刻的章节。什么章节呢？三打白骨精啊，你有听过吗？嗯，仔细说说。就在取经路上啊，流传了一句话，吃一口唐僧肉长生不老，这白骨精想吃啊，他打不赢孙悟空，所以啊他决定挑拨师徒之间的关系，三次设计，我决定啊把这章节拍成电影，还准备邀请你唱我们的主题曲。哦，那没问题，还决定让你出演我们其中的小角色。哎，等一下，这就有意见了，刚才我们都是小打小闹，但说到真演戏我还真不行。你可以啊，刚不是挺好的吗？我不会演戏啊。你很简单啊，就一句台词。什么台词？猴哥，等等老猪吧。我还是猪啊。哎，等等等等，回来回来。怎么了怎么了？我们主题曲那边唱。哦，对啊，你会吗？当然会啊。那就没问题啦，用这首主题曲为我们今晚演出画一个完美的句点。 DJ Shot B。
把师父营救，师徒四人一起去往西天东城名就，人民妖魔多变幻，火眼金睛看得清，铁棒在手遥无尽，扫尽天下白骨精。九九八十一难，沙僧猪八戒的期盼，的羁绊，所以根本不留遗憾的准备背水一战。你也不看看这里是谁，这是齐天大圣，什么妖魔鬼怪魑魅魍魉邪不压正，实在的强有着石头的娘，带着沉重的枪大闹天宫的狂，哎，冰冰棒棒妖怪你往哪里走，叮叮当当没头王没有你手右，最厉害的还是定海神针，他不是孙悟空你才是猴孙，爷爷再次能够让你飞了，说唱 remix 怪版的配合，击溃他那些下中间的飞蛾。I to the H A H to the B， 人品妖魔多变幻，火眼金睛看得清，铁棒在手遥无尽，扫尽天下白骨精。作者嘛，那真的我们要推动就是像这样的青年不断的朝他的梦想，不断朝他喜欢的事情做前进，那谢谢。再来他们要 uncle， 哎，台下他们说要 uncle， 赶快 uncle， 好嘞，那我们就看他的 uncle 表演。并没有做一个精确的自我介绍，我是零零后最强相声演员林嘉义，在我身旁这一位呢是今天的捧哏，我是陈炳轩。如果有看过我们上一次的表演，或是这一次，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唱的演员。对吧？你本来就很会唱啊。但是啊，今天都没有听到我唱一些比较传统的小曲小调。就是在我们最后的 uncle 啊，我决定带来传统小曲《不忍图》，又称《公道老爷却唱歌》，谢谢各位。我就不用麦吧，我怕等下爆音。混沌啊，初分是在难消啊，谁知道地多和天有多么的高啊，日月穿梭催人老，有生命的把你捞，当面死生如一条，八个字造就命也该招啊，八个字造就命也该招啊，树大根深要扎稳牢，人就这个教条武艺高，惊涛三面吃甜水，全民都你们人为高，青儿满的小人小，小人他不和既有才巧啊，庄稼人的人起早贪黑，土房子半年放着雨来催，地要是活了就多加点料，比清洗来也回，跟着情况忙几回，到秋后收粮各家洗双眉呀，买卖的男人喝起身材，无论这个皮肤一样看待，买卖卖的是守住了道啊，掌柜台小烟台逍遥大道不要发呆呀，死于这个买卖怎么能发财呀，走不了三川六水大海大江啊，看惯了灯红酒绿世态炎凉啊，挣什么多来论的什么少，称皇冠逞刚强，经验财宝的光亮，倒不如听相声开心笑一场啊，愿诸位们招财进宝，都好凤呈祥。好，
亲我们的小弟弟呀、啊，下一次记得跟我要 r 啊，不然我在台上会非常的尴尬。记得要跟我讲，你有 uncle 的嘴巴。好，谢谢你们带来的，耶、yeah, ！好，真的要跟我们 r 一下哦。那谢谢我们的零零后带来的精彩的演出相声。那这里是出生之毒，那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陪伴我们到最后。